好准备，掌声请出今天的小嘉宾。嗨，欢迎三位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。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金豆哥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快乐大巴依然请来了三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。那好，首先呢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三位可爱的小家伙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汪韵乐，今天我带来的才艺是弹古筝。当然，除了弹古筝，我还喜欢弹钢琴、看书和画画。汪韵乐，你听听她的名字就知道，这是个从小生活在音乐与韵律中的美丽姑娘。她热爱弹奏古筝，在妈妈的熏陶下，从小就与古筝为伴。今天她不但带来了自己最拿手的曲子，还很认真地备了课，要教主持人们学习古筝的弹奏方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首先上场的是我们的一号汪韵乐。今天呢有国乐，听说呢还有这个汉服的这个礼仪的讲述，是吧？是。哎，说到这个汉服，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，汉服指的是汉朝的服装吗？不对、当然、不对，你来说一说。当然不对了。乐，你说。汉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。这里的汉指的不是汉朝，而是汉族。看我看过电视剧的时候，这个汉服就特别大，然后特别有排场。那人们经常穿这样的服装出门，是方便吗？是不方便。所以汉服分为常服和礼服。对，比如我们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看到的，他们上朝穿的那种很正式的，这就属于礼服。对，那平时呢，这个普通老百姓要农作呀、干活的时候就穿长服，穿长服会比较方便。日常服装，长是日常的长。对，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了，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一起来演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带了吗？带了。其实一般的汉服应该是一套至少是三件，有里面的内衫，然后呢外衫还分上下装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是改良版的了。哎，我这哪个是系哪个的呀？哎，金豆哥哥问到哪个系哪个，这个就是一个汉服当中特别讲究的。汉服呢讲究交领，你看领子呢先是要交叉，是，然后叫右衽。不是，关键我这里面有这么多衬，是哪个蹬哪个？是这俩蹬吗？这俩互相蹬着吗？是吧？看，对，这个先系上。这个先系上。对，先系上之后，再把外面这个给系到这边来。再把外面这俩系上是吧？先穿裙子，然后在里面。然后呢？然后这个这蓬这只要系上就行了是吗？对。这斗篷是吗？这个就是穿在外面的外衣。外衣、啊。对。很多少数民族是左衽啊，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也是右衽，然后呢讲究这个包衣宽袖啊，这个也象征着这个衣服里面有3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呢，对吧？对。汉服穿完之后有什么，比如说首饰怎么放啊，有没有什么？对，男左女右，然后男的把手给压在右边，右手上面，女的就是把右手压在左手上面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要把袖子伸到袖子里面啊、不能露手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行礼怎么样？比如说，咱们是那个晚辈，见到长辈了，咱们怎么行礼呀、啊？对呀、90度弯曲90度啊，这样是吧？90度。比如见到老师也是要这样行礼是吗？我第一次穿，就是穿完之后的感觉就不一样，觉得自己特别的。周正，对，这种感觉特别好、一定要站得特别直，对，是。中国古代人穿这个宽袍大袖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哎。有很多装束，为什么很复杂？就是为了让你不能乱动，你必须得很周正，就像皇帝头上那个一串也不能甩来甩去的，是不是？晃来晃去的就一点都不尊严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汉服呢。也代表着很多我们汉民族的这个文化。没错。那已经给我们介绍过汉服了，又说自己学了这个5年的古筝，有手上不有那个，接下来是不是给我们表演一下呢？是的、带来一首什么古筝曲？什么曲子？茉莉芬芳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
这话特别显示。介绍一下你这个琴吧，底下这叫什么？比如这叫脚架。嗯，这两个脚架一样高吗？两个不一样高，这个高，这个，这个高，这个矮。因为是这样的，然后撑着琴弦的下面这个东西是什么？琴马。琴马。对。教教我们。啦啦嗦咪来，然后再弹这个弦。这个听起来挺熟的，有点像《东方不败》的那个，是吧？是。这曲子叫什么呀，宝贝儿？沧海一声笑。啊，就是那个。然后是这个玉弦下面的一个咪。噔噔。对。啊。来啊，我试试啊。再回去，再往上，不往下，往下。这个绿弦。对啊。然后呢？先在这一根绿弦的前两个音。怎么呢？拨一个，然后 so mi re do。然后再从这一根弦，我还在韵律里面，你不要太着急，我得缓回来。绿弦下面一根弦，你教点难的，简单的一根一根不行。好吧，那要不我，我要不我来一个刮奏。你来，你来，来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适合我。来，再给我找两根那个指甲。我手里拿着就行。好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老师快点，老师快点，等不了了。谢谢。我这么喜欢这个，妈妈给我买一个。其实这古筝入门是挺简单的，但是就是往后学就特别难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往后学难，除了技巧方面的还有哪些呢？还有意境。意境啊、我还知道意境、还有呢，情感是不是？对，情感投入、那比如说情感投入，你给我们表现一下。我现在特别生气，我生气的不行了。十万火急的事情啊。有真棒，真棒。哎，接下来还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了？接下来我带来的节目是跟妈妈一起表演的二重奏。妈妈也会弹古筝啊？对，妈妈是古筝老师。哎呦，是妈妈教会的，对吗？对。哦，我的天哦！来。Thank you.
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适合学古筝？像我们这超龄了吗？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学古筝。嗯，他长大之后，您会让他往专业方向发展呢，还是就陶冶情操就行了？以前是想就是陶冶情操的，就是让他一个兴趣爱好。但是从去年开始，他自己就是想走专业的一个欲望特别特别强烈。他说自己一定要考中央音乐学院。这是他的梦想。那就继续加油努力了，好不好？也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。谢谢妈妈，谢谢。